开始随性上路，别找洗车刷卷走，觉得背很痒。然后他们现场有提供那个电动刷背机，原来是抓背机，还以为洗车机嘞。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Superstar 小 S 受邀前往巴黎时装周看秀，她担任 L 风格大使，这几天穿梭在各大秀场中。这回来到 Loewe 欣赏2019春夏秀，小 S 自己挑选看秀战袍，披头散发加不对称剪裁造型，随性慵懒出时尚高度。在高级洗车场里面， Loewe 散发着粗犷享乐主义气息，剪裁立体动感。小 S 很中意 JD 的宽松线条，越是宽松加上不在意的态度，反而很 sexy。看完秀就跑去给洗车刷松一下，哇、哦，好舒服、哦！怎么你背在流血嘞？而且现在头发背流血，哇，各种角度，小心手，我也